开局选择一只神兽，开始我们的宝可梦生存。这里边所有的英雄都有它的技能还有特性，比如说这个木手工，它可以在墙壁或者天花板上行走。然后每一个英雄它都是有技能还有特性的，但我们现在需要选一只作为我们的伙伴。那问题来了，兄弟们，应该选哪一只呀？我觉得他们应该现在都差不多吧，选一个长得比较漂亮一点的。小火龙火鼠，哎，火炙坤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可以啊。来吧，坤坤，和我一起战斗，我们就选择他了啊！进入游戏，好的，进入游戏，开始我们的宝可梦生存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奖励箱啊，看一下奖励箱里边有什么好东西。哦，有很多的这个精灵球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可以抓这个宝可梦英雄啊，都带上啊，所有东西都带上。我们现在有一只初始的宝可梦英雄，它是五级。那怎么才能让它变强呢？当然是通过战斗了。这边有个十级的落雷兽，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应该打不过吧？我们的火之鸡只有五级，我们来抓一下吧，看一下哪个球比较便宜啊？金鳞球是最便宜的，我们来抓一下。我估计这个球比较便宜，应该是抓不到的。来吧，试一下，收服，能不能抓到？如果可以把它收服的话，我们的战斗力会有很大的提升。但是它挣脱了，那没有办法，给脸不要脸，火之鸡和它干一架，走。这能不能打得过呀？有点悬，我觉得。开始战斗了，来战斗。看一下这个技能啊，来一下这个火属性。我剩一滴血了，他直接给我秒了，兄弟们，不行不行，我得逃了，这打不过呀。他只费了一丁点血，不行，逃跑，赶紧逃跑。逃跑失败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凉了，我火之鸡已经死亡了。哎，不对，好像是没有死亡啊，他是在濒死的边缘。那我们可以救一下他，我们找一下村庄吧。我还是特别想收服这个落雷兽，我们用一个比较厉害的球看看能不能把它收服。如果可以收服的话，我们现在的战斗力会有很大提升。哎，别跑呀大哥，别跑。哎，收到了，看一下能不能收服啊，兄弟们。又逃跑了。我的天，兄弟们，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牛的 boss， 这应该是一个 boss 级别的怪兽，我们现在离它远点吧。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下村庄啊，这边好像有村庄，治疗一下我们的鸡。现在它只有一滴血，谁都打不过。这边这个蓝色的房子是治疗的吗？进去看一下啊，兄弟们。这边，哦，这个东西是买东西或者是卖东西的，我们可以卖精灵球啊，只有八个。算了，不卖了吧，这个东西我们还要抓一些精灵，所以就不卖了。这边可以买一些饮料啊，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没用。我们现在治疗一下我们的宝可梦啊，治疗一下我们的火炙坤。哎，对，兄弟们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它可以治疗我们的宠物啊，来治疗一下，点一下，哎，把它放进去，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可以治疗了。看一下血量啊，现在是一滴血，二十滴血已经满了，点它也可以治疗。乔伊护士，让我来治疗您的宝可梦吧。好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治疗好了已经，我们现在需要干点什么呢？哦，我又找到了一个村庄，兄弟们，刚才那个村庄比较穷啊，一个箱子都没有。这个村庄里边好像是有图书馆，好像还有铁匠铺。哦，果然都有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边有没有箱子？去，让开，让路呀，大哥，我进去看一下，进去看一下啊，兄弟们，看一下有没有箱子。哼，没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铁匠铺吧，给我点物资呀，前期生存的话，我们必须要需要一些物资。哦，磁铁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，这应该都可以卖钱啊。我们把必要的东西留下，然后装备穿一下，其他东西我们就卖了吧。这个蓝色的房子里边好像是买东西和出售东西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应该是可以卖的。但他俩是被打劫了吗？为什么血量这么少呀？这边出售一下啊，这东西全部都可以卖。我们只要把精灵球留下，其他东西都可以卖。现在对我们来说用不到，没用，后期我们需要的话还可以买，对不对？都卖了吧，现在有420块钱，520。好了，留下7个精灵球，可以了。现在我们需要升级一下我们的火之鸡，需要战斗啊。这边是五级的大奶罐，五级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打得过吧。来，我的火之鸡和他干，五级我觉得肯定是能打得过的，我也是五级啊，战斗，然后抓他一下，挠他一下。他使用了变圆，什么意思啊？防御力获得提升，抓，但只掉了这么一丁点血呀。继续继续，我们换一个啊，叫声，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哦哦，打不过，六滴血了，兄弟们，不行不行，我得逃跑了，兄弟们。我在尝试逃跑，但是又失败了，兄弟们，为什么火之鸡跑不了呀？完了，我又凉了，没了。